高来这里就可以了啦。修理鼻高的来心灵的延平路里，心灵的延平路75号呢。哦，就在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口这个这边旁边这里很好找。哎，这个就好像那个侦车检车，像古代那个缝纫机，缝纫机也是用手摇的。嗯，修理皮包，哦，皮包很贵，来这边修理啊。我叫静心了哈。